大家好，我将为大家介绍一款儿童游戏，它叫做 Kiss Ear Doctor， 就是耳朵的医生。好，那点击进入之后呢，会是这个画面。然后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它的操作界面，像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你可以消除广告，那也是要付费的。那如果说你之前就是有付费过，像是里面的一些人物的购买，或者是说器材的购买，你可以点击这个。回复之前你有花钱就是做那些购买动作的那些东西回来，那这个的话就是音乐，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开通里面就是下面这些被锁起来的人物。好，那我们点击一个人物进入。好，来介绍一下怎么玩哦。像这个你把位置拉起来的话，它除了有音效之外，它在右上角的部分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，它有介绍说这个是要怎么用的。要把耳朵擦干净的，那你进行涂抹之后，它上面那些黑黑的污垢就会不见。然后你可以再点击这个，它把里面那个黄黄的耳垢给清干净。然后再点击放大镜，像这个的话就是被锁起来，然后你就可以考虑要不要花钱购买它的那个就是器材。好，好，关掉广告，关掉操作广告。好。就是把毛给剪下来的，就非常多的器材，耳朵里面什么都有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好，一样拔毛。好，那你可以试着左右移动看看，因为它好像就是还有蛮多的那个器材可以做使用啊。点击的时候，你尽量不要点击到它那边的器材，那你就点击木盘的部分。像这样就比较好做移动。好，我们介绍一下上面这个，就是这个的话是回到首页，那这个的话就是回复到还没有开始做治疗，就是一些虫虫啊、毛毛啊都还在的部分。那这个的话，就是一样是就是开通那些锁起来的东西，就是全部一次的购买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觉得这太可怕了，不想再弄，你可以再点下一步，再跳到下一步，就是更深入的那个部分。我看到这个小孩是非常夸张，他那个耳朵里面居然有那个游戏机的方向键。好，像这样，那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为这个耳朵里面很恐怖的小朋友做治疗。好，这给小朋友玩的游戏虽然有一点惊悚，不过也不错啦，希望你会喜欢喽。